我跟何梦远确实是有暧昧像情侣间的行为，但这些是在我得知豆豆跟梦远分手后发生的事情，造成全明星运动会的困扰，深感抱歉，我为自己退出全明星运动会，我对我所有的行为感到非常的抱歉，我错了，很谢谢我的家人，支持我的朋友以及远瀛兄弟，我愿意接受公司对我的一切惩处，很谢谢我经纪人一直在帮助我，很谢谢凤哲跟伟鸿慧茹，很对不起所有我伤害到的人，伤害过的人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跟何梦远确实是有暧昧像情侣间的行为，但这些是在我得知豆豆跟梦远分手后发生的事情，造成全明星运动会的困扰，深感抱歉，我为自己退出全明星运动会，对不起蓝队，谢谢你们，我对我所有的行为感到非常的抱歉，我错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才子。我现在要录一个影片，去解释所有最真实的事情。对于我所有不当的言辞跟行为，造成别人的伤害，造成豆豆的伤害，我很抱歉，对不起。我跟何梦远确实是有暧昧像情侣间的行为，但这些是在我得知豆豆跟梦远分手后发生的事情。那对于真实豆豆跟梦远的情况我不清楚，在这些事情发生后，我确实也有遇到过豆豆，他有在我面前询问很多全明星的事情，然后去提到他跟梦远的很多情况，包括他们可能还住在一起之类的。那当时我的情况是，我不觉得我有资格告诉他何梦远跟大家说他们已经分手，我也没有资格去询问他，所以我就装作我也不知道。但是当时就我的认知是，梦远是跟我说他们已经分开了。那对于我跟梦远发生的事情，我真的很对不起。造成全明星运动会的困扰，深感抱歉，我为自己退出全明星运动会，对不起蓝队，对不起前界，然后很谢谢我的家人，支持我的朋友以及远瀛兄弟，我愿意接受公司对我的一切惩处，很谢谢你们一直支持想保护我，然后很对不起我妈妈一直想要保护我，我决定在这里告诉大家实话，我跟梦远确实有像情侣间的行为，对不起。很谢谢我经纪人一直在帮助我，很谢谢凤哲跟伟鸿慧茹，最后我要谢谢一直支持我的彩虹们，谢谢你们给我的鼓励以及不断对我为我奋斗，很对不起所有我伤害到的人，伤害过的人，对不起，
对不起。在这边要向所有支持我的彩虹们好的道别，说再见，谢谢你们，我对我所有的行为感到非常的抱歉，我错了，所有爱我的朋友们，真的，还有我的家人们，真的很对不起。